这算是和好了吗？重归于好，藕断丝连。但李寻不是这么缠绵的人，那过程也太不正规了吧？他昨天晚上说的那些话算数吗？朱云，不要去想那些谈情说爱的事情，事业第一，你们只是普通同事，你可以的，加油。你醒了？前天喝了酒，第二天脑子反应有点慢。朱云，我没跟任何人表白过。以前我喜欢上一个人，也是想办法主动让他自己找上门来。现在没那么多精力了，而且我们也认识很久了，我就单刀直入问了，以前爱怎么样就怎么样，以后你还愿意重新跟我在一起吗？我知道我现在问你可能不是个好时机，但如果你觉得必须，我要跟你在一起，我们和好吧。就这样，公主，咱们能矜持一点吗？穿过云端指点，风在耳边感叹着遇见，原来表白就这种感觉，飞越极限，真简单。有你看见，但能把你引回来我也不亏啊。你是不是原来觉得自己安安分分的同事形象塑造得特别好吗？还行吧。其实早就露馅了，你知道吗？是吗？你不主动，怕我拒绝你，以后连同事都做不上，是吗？其实你不用怕，你问了，你开口了，我也就答应了。啊，你在看什么？就是你给我那本书啊。好看吗？还行吧。朱云，不如搞点实际的。什么叫做搞点实际的？你要按摩就直说嘛。那个，
就完了。你这个说呀？看完了吗？有奖励吗？奖励还要奖励？要。李轩，咱们要个孩子吧？想用孩子对付你妈呀？跟这个没关系。那为什么突然想要孩子？我想让孩子跟你做个伴。你比我还大一岁半，都快三十了，到年纪了。不过这个事情还是要看你，咱们刚在一起，你的事业没有稳定，最重要的是我们也没有结婚，没有准生证。哎呀，快点算了。算了？为什么就这么算了？我也想要孩子，生吧。生？生。就这么决定了？就这么定了。你明天先跟我去个地方。你们二位先看，有什么事情及时联系我，好吧？好。这房子是我买的。你在这里买的？我不在这儿买，我带你来这儿干嘛？你昨天前天没来上班，就是去买房了。买菜都没有你买的快。多少钱买的？你问多少钱干嘛？我对你花钱不放心。你是贷款了还是借人钱了？我借高利贷了，人迪借的。要不要参观一下？带我参观一下。好。朱韵。我一直对家庭没什么概念，我觉得婚姻就是一场很漫长的恋爱，谈恋爱最重要的是开心，我不希望你牺牲很多东西跟我在一起，我希望你开心。那你呢？跟我在一起你开心吗？还行吧。所以最后这句话我可以当作是求婚吗？